贼空山是一种惊险、高速、动感十足的过山车型冒险，在黑暗空间中进行，会通过急转弯、突然坠落和急停等动作。在开始冒险之前，请您把帽子、眼镜以及零下物品放入面前的储物柜内，请将安全杆拉到身前，做好起飞准备。现在您已经做好了星际冒险的准备，谢谢，祝大家飞行愉快。一点不愉快，也不愉快。